看看新闻网。所以说中秋佳节已过，但是这个浓浓的节日的幸福感却是根本停不下来的节奏。对，节日里呢，家人团聚的，过生日的，秀才艺的，多到让人应接不暇啊。来举个例子，天后王菲的大女儿窦靖童，天籁的嗓音一出，绕梁三日不绝于耳，来听一下。好。虽说没有继承天后的长相，但窦靖童这如天籁般的好嗓子，必须得到了王菲的真传呐。有了好嗓子，也不能少了天后妈妈的吆喝，为女儿点赞绝对不能少。